好，各位，那我们今天呢、啊、要讲的是这个 DSP 啊 ，X2812 的内建周边的硬体。哦，这个 X 呢代表就是 F 或者是 C 的意思，也就是说它有两种型号，一个是 F2812， 一个是 C2812。哦，那我们要看的是它内建的周边硬体。哦，所谓的周边呢，就是说它的 CPU 主要是一个核心在。那这个核心呢，只有头，对不对？那没有，只有头，没有身体是不能够动，所以呢，它旁边会做了很多的这个它的手脚来供它支配，这样这颗头才能够发挥它的功用。好，那这个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各位你不用看书啊，不用看教材，你就可以这个回想一下上课当中老师所讲的这个 X2812 它内建的硬体周边，好，然后说明。那在技能方面呢，是希望同学啊，你可以画出这个2812的功能图。好，那教学大纲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要介绍这个2812它的功能。第二个部分就是它内建的这个周边啊，每一个单元介绍给各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呢，就是2812的功能图哦。那这个呢，这个图形呢，就是它的框架哦，它的框架。好，各位，那你可以看一下哦，你可以看一下它里面呢有些什么样子的功能。好，首先啊，各位你可以看到，从左边过来，这个 A 呢就是位置线 address，B 呢就是 data， 它是16位元，哦，那 A 呢有19个 bit， 19位元，那你可以算一下，它的位置线可以决定多少的空间，也就是2的19次方，哦，那2的10次方就是1K 嘛，哦，就是1024，哦，我们把它简化成 1K， 但是实际上它是1024，哦，这个你要知道，哦。好，然后呢，最左边还有这个叫做 JTAG 的一个接角，这个呢就是一个模拟器的接角。TI 的这个 DSP 啊，它里面呢都会有这个 JTAG 的接角，这个接角可以让你接模拟器，那你接模拟器之后，你就可以接到电脑上面，可以看到你 DSP 里面的一些程式啦、资料啦、暂存器啦，哦，很多东西都可以看，那你就可以知道你的程式写的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各位，这个呢，黑线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汇流排。那汇流排呢有分两种，一种就是程式的汇流排，也就是说它专门就是在放程式的。那数据的另外一种就是数据汇流排，也就是这个汇流排都是在放数据。那汇流排是什么意思？汇流排就是类似资料线啊，也就是一根一根的那个线。那因为像这个晶片呢，它是不是你看它的资料是不是有16个 bit， 所以就要16条线。那这16条线他们就把它叫成 bus， 就是汇流排的意思。那 bus 我们一般英文翻译叫什么？公车嘛。OK， 所以公车能够干什么？就是载很多的人嘛。哦，所以这一条数据的公车它就是在载数据。那数据呢有16个 bit， 那程式呢，程式就是专门在载程式的，哦，所以程式一样它的这个位元也是16位元， OK， 所以它一样是在做载程式的这个资料的动作啊，这个是载数据，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程式呢，它呢会经过什么东西？最简单的，各位，你这个
这个应该你知道，就是 RAM， 好 ，RAM 是记忆体。然后呢，另外这个呢叫做 Sectored Flash， Sector 就是一区一区的，一段一段的。那所以呢，它的这个 Flash 就是 Flash 就是像各位你的随身碟一样，随身碟就是不是 RAM 是怎样 ？RAM 是需要有电，它才能够存资料。Flash 呢 ？Flash 就像随身碟，你存进去之后拔出来是不是没电了？但是它资料是不是还在？这个叫 Flash。好，那这个 Flash 呢？它是分成一段一段的。好，另外这个呢叫做 Boot ROM。Boot ROM， 那 Boot ROM 就是怎样？你一开机的时候可以让你做一些选项。哦，这个呢，在我们冷冻空调或者是电梯里面，或许可以当成一个应用，也就是说，当你的冷气一开机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这个 boot ROM， 可以把不同的程式传到这个控制器里面。哦，也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大楼里面有一个中控台好了，那今天比如说假设天气很热，那我的这个冷气就进入很热的模式。哦，很热的模式。那如果今天这个天气比较没有那么热，那我就进入阴天模式。阴天模式怎样？就是你冷气比较不需要常常这样子打。那如果是下雨天呢？哦，下雨天进入比如说除湿的模式。那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怎么办？你把那个程式从我这个中控台就发出去，然后呢，在这个 boot ROM 的这个模式的情况之下，它会把你的程式接收进来，然后开始去执行。哦，也就是说，它这种模式可以让你有很多种的选择，你可以在晶片里面写好程式，或者是你从外部网路或者是 RS232 传入你的程式，所以这样子弹性会很大。OK， 好，接下来呢会有什么东西？乘法器，哦，乘法器，然后呢有这个辅助暂存器，然后有这个叫做逻辑运算的单元，哦，逻辑运算单元。OK， 好，那这些呢都会连接到这个 CPU 的这个暂存器的汇流排。好，这个是主要的部分，对不对？好，接下来呢就是周边的东西。那周边呢会有什么东西呢？好，这个呢叫做事件管理者。哦，它是专门在管理事情的。哦，也就是说有事情发生你可以设定，有事情发生你就要做什么事情。好，它有两组。然后呢这个呢是12位元的类比转数位。因为你的电压在外面都是类比，对不对？可是我的晶片需要的是数位的资料，所以它需要这种转换器。好，那接下来呢这五个东西呢它专门是在做通讯的。这个在做通讯的。那我们在一般在做控制比较没有用到。哦，所以说如果你是做比较通讯相关的，比如说你的资料要传到另外一个晶片或者是另外一个记忆体或者是传送到网络之类的，你就可以靠这个通讯的这个模组来传送。哦，那通讯的部分呢我们先暂时比较没有讲那么多。哦，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到那么多。好，那这个最下面这个呢叫做 GPIO 呢叫做一般用途的输入跟输出。哦，就像8051一样。8051是不是最简单的就是怎样，你要让七段显示器亮，然后呢键盘要输入。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输入跟输出的一个 port。 OK， 好，那这个晶片呢需要去管理这些周边，那它是靠什么东西在管理呢？它靠中段
管理模组，中段管理模组，哦，还有呢，定时器。各位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因为你看看，这边总共有1、2、3、4、5、6、7、8、9、10，总共有10个周边，也就是说，你有10个人在外面帮你执行任务，那你要怎么管理这10个人？哦，你要怎么管理这十个人？哦，就是靠这个中段管理者，还有这个定时器，哦，这个 timer， 哦，也就是说，可能时间到了，我就问一下说，哎，那个哪个同学，你的作业做得怎么样？一个礼拜我就问一次。那有的同学是怎样？他不到一个礼拜他就做完了，他就会跑来跟我中断，哎，老师，我已经做完了，你们下一个作业，下一个任务。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断嘛。我本来设定一个礼拜，结果他两天就做完了。那他就跟我回报中断，然后跟我回报。那这个时候我就把下一次的任务再交给他。好，那你做完你就做下一个报告。OK， 好。那这个呢，就是2812它主要的一个功能图。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建的周边单元介绍。好，那有这几种的周边，大概有这几种的周边，那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第一个，事件管理者。那这个事件管理者呢有两个，然后呢每一个事件管理者它有两个通用的定时器。好，定时器。那这个定时器呢就是可以让你去设定，好，你要设定时间，设定多久。好，所以像我们有讲过，就是说 PWM 这个东西 ，PWM 这个东西呢，就是跟频率有关系，啊，频率有关系，所以我们在做空调变频的时候，就会用到这个定时器。你要去设定你的频率，啊，就在这个东西。好，然后呢，每一个暂存器，每一个这个事件管理者，它有三个比较单元。三个比较单元，那比较单元就是怎样？就是时间到了要比较一下，哦，当你这个它是用计数器的方式在计数，啊，哦，你设定一个范围，然后呢去计算，